selfless love， 无我爱。我那时候在这个静坐的时候，就看到虚空中有很多的个体，然后他们有彼此之间接触、交集跟离散。然后我看到这么多的个体彼此在发生一些关系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有一个很特殊的和谐感。因为虽然说看起来是凌乱的，但是反而彼此之间有一个共鸣的这个音乐出现。所以那时候我在做这个作品呢，就是想说把两个个体相接触之后有一个交集，出现这个蚌壳状在中间。如果说我把这两个个体把它去掉，整个球体把它简单到成为一个线条，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造型上面两个球是一个线条的球，但是中间交集的地方那个蚌壳状其实是实体的。所以我想说保留那个交集，但是把个体去掉。那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些慢慢在转动的这个律动，是因为我想说个体跟个体，甚至群体跟群体之间，如果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互相 切磋，互相接触，他们其实可以碰撞出一些更有趣的东西。所以我就想说用这样子中间逆时针旋转，然后外面再以顺时针旋转，这两个不同的群体来做一个意象，然后大家如果近着看的时候，也许会发现彼此之间有意的无意的会去碰撞到对方，然后当碰撞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非常晶莹剔透又悦耳的这个音乐。所以和谐是由摩擦而产生。我想 selfless love 可以把自我去掉的时候，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大爱。